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历史没有如果，只有教训。荣辱成败，皆有限期。爱恶离合，不在情感，而在势力。势倾则绝，利穷则散。历史在笑意，民国史系列之一，容共与清党。主讲黄毓民。好啦，最后一节。咁呢个西山会议派呢就被处分。个议案就通过咗啦。违纪，咁有啲就开除党籍。主导者开除党籍。其他人呢书面警告。个思想导师呢戴季陶就即係要佢反省。咁呢个就係接受咗汪兆铭一个比较中性啲嘅决定。但是这共产党怎么会甘心啊，是不是他再提出很多个提案。那我刚才讲了。那其中一个提案就是列明西山会议诸人兼有其他违反党纪行为者另行处分案。那就即是你又有参加西山会议。那但是你还有其他的违纪行为。第一项就讲居正，第二项就讲石清扬，第三项呢就講沉鎮、石英、毛祖權呢啲列明呢、這個即係、就是、同志俱樂部係嘛？第四個就是邵元聰喺上海主持偽中央執行委員會，應該令佢立即停止進行，否則亦都應該除名。第五咧就是、葉楚創就仲喺度主持緊反動嘅《民國日報》，除咗警告外，應令其將《民國日報》交出改組，停止業事職務。第六，沈迪一喺浙江不服從中央命令，並且仍然在主持他反动的浙江省党部，亦都应该要他停止这个进行，否则除名。这个就是这一班有参加西山会议的，但是他说你有其他违纪行为，包括参加这个同志俱乐部，参加善后会议，包括这个主持这个反动的民国日报等等。这一班都是国民党最忠贞最坚定不移即是服膺孫中山的思想的這些老同志，是吧？在這次大會裏面，是吧？就被這個共產黨即是控制的這個所謂大會呢，定一些議程，要將他們呢開除出黨，是吧？第二個部分就是說，參加善後會議，還有在這個段政府，即是段祺瑞政府副官者那些處分，那些有些又警告啊，有些又開除黨籍啊，咁啊呢個都有好多，咁我哋就唔再詳細講啦，係嘛？嗱，咁對於呢個所謂違反黨紀案咧，就到呢度咧，即係就告一段落啦個處理，係嘛？咁令到呢一個共產黨啊，即係利用今次嘅大會，愛嚟打擊右派嘅嗰個權謀咧，就得逞，咁啊！咁當然佢哋就籌徐滿志啦，係咪？咁而俾共產黨所操縱嘅所謂國民黨左派咧，就得意忘形啊！佢哋嘅即係導師啦，即係鮑羅廷咧，亦都感到心滿意足，係嘛？咁所以佢喺即係鮑羅廷啊，當時仲係中國國民黨嘅顧問啊。當然咧，喺3月29日嘅即係西山會議派在上海所召開的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呢，就真是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就開除了你所有的共黨分子的國民黨黨籍，還有即是免了這個鮑羅廷的那個顧問的職務。這個就是廣州開完這個黨代表大會之後，上海又召開，你又沒有軍隊又沒有武力，他又在上海，你又一是找人去打他，對不對？那你在廣州做了這些決定，他開除黨籍什麼都好，他都完全即對他來說是覺得無效的，對不對？但是這個問題都要解決的，對不對？
咁不能夠真係咁樣兩個中央咁繼續落去噶嘛，係咪？好啦，呢、這個違紀案處理告一段落，咁你包羅廷又好開心，跟住就喺呢一個大會代表歡宴會裏邊致辭，就話咧呢、這個俄國革命成功咧，完全就係由於黨嘅嗰個精神同埋紀律，係嘛？咁所以咧，你哋就應該要點樣奮鬥啊，先至可以達到呢、這個即係。國民革命的目的，所以就一定要執行很嚴格的紀律等等，就講這些東西，即是美其名就是勉勵同志，實質上呢就是帶有一些所謂警告的這個意味在這裡，即你怎樣才可以即是達到這個國民革命的目的呢？大家就要遵守紀律。好了，接著就選中央執行委員了。咁而呢個共產黨咧就同左派啊，即係聯合嘅中央嘅呢個係啊，即係廣州呢個中央就係、是、廣州呢個國民黨中央就即係共產黨同國民黨左派聯合團結嘅一個中央。共產黨亦都利用佢黨團嘅嗰個作用咧，就推出咗好多呢啲左派分子同埋共產黨人。就做呢個中央執行委員。嗱，喺選出嗰36個中央執行委員嘅名單裏邊咧，嗱，當然呢份名單同呢、這個其後喺上海舉行嘅呢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嘅中央執行委員名單梗係唔同啦，係咪？呢、這個中央執行委員咧就即係依嗰個即係順序啦，佢呢個唔係依筆劃序嘅啊，即係。排落嚟咧就係汪兆銘、譚延海、胡漢民、蔣中正、譚平山、宋慶齡、陳公博、恩克巴圖、於右任、程潛、朱培德、徐謙、顧曼如、荊亨儀、宋子文、柏文偉、何香凝、伍潮書、丁惠芬、戴季陶、李濟深、林祖涵、李大超、於士德、金乃光、吳玉章、陳友仁、李烈軍、黃發勤、雲代英、彭澤民、朱桂勳、劉守忠、蕭佛成、孫科，總共有36個人。嗱，呢36個人裏邊咧，即係呢個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嚇，36個人裏邊，咁啊亦都有啲國民黨即係老同志喺度，國民黨嘅右派，譬如胡漢民係嘛，蔣中正。嗱，蔣中正由頭至尾咧，喺當時即係呢個孫中山死咗之後，嗰、那個國民黨嘅分裂咧，佢都係喺一個比較中立啲嘅角色嘅，即係跟住落嚟就梗係唔係啦，係咪？咁啊，孫中山嘅仔孫科都名列呢個中央執行委員，咁然後候補執行委員裏邊咧就有20個，咁啊毛澤東咧亦都係列入呢個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選出的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候補委員，這個是1926年的1月份，另外又選了12個中央監察委員，包括那些很有地位，很受尊重的那些大佬，譬如包括吳敬恆，即吳志輝、張仁傑、蔡元培，這些都是列入這個中央監察委員。咁啊，亦都選咗啲即係候補監察委員啦，所有呢啲咁嘅人士就選曬出嚟啦。咁然後咧就跟住就開呢一個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嘅第一次全體會議，即係一中全會就選舉常務委員啊，同埋各個部嘅部長嘅人選。咁常務委員有9個人，就包括汪兆銘、譚延海、譚平山、蔣中正、林祖涵、胡漢民、陳公博、金乃光啊。楊鵬安，其中咧呢一個譚平山、林祖涵咧，呢啲就係共黨分子嚟嘅。啊，汪兆銘、陳公博、金乃光就係左派。咁胡漢民當時係遠在莫斯科，係嘛？咁擺胡漢民入去嘅，即係話，代表即係尊重呢一個係孫中山嘅，即係嚇當年即係大家同甘共苦一齊奮鬥嘅同志，係嘛？咁即係話，真正堅持所謂三民主義，純粹國民黨嘅喺呢9個即係國民黨嘅中央執行委員會嘅常務委員裏邊咧，係得蔣中正同譚延海2個人，咁至於其他嗰啲咩部長啊嗰啲，係嘛？
譚平山啊、林祖涵啊，啊呢啲全部都成為部長啦，係咪？呢啲即係共產黨人係嘛？咁有啲你選咗佢做部長，宋子文咁做商務部長，佢又唔做，係嘛？呢個婦女部部長宋慶齡亦都唔想做，係嘛？咁所以基本上成個中央黨部就喺國民黨嘅左派同共產黨完全操控之下。即係共產分子不但控制了國民黨的即係最高的嗰個所謂黨部啦，佢同時都想控制呢個國民黨的軍隊。嗱，呢個先至最重要，咪呢個先至導致即係話國民黨再分裂的時候咧，就冇辦法不清黨，係嘛？嗱，汪兆銘本嚟就是國民革命軍的總的黨代表，即係一個代表整個即係國民革命軍。咁其他咩第一軍、第二軍、國軍咧就冇黨代表嘅。咁但係共產分子為咗要控制呢個軍隊咧，佢就慫恿呢一個汪兆銘咧，喺每一個軍裏邊咧都設立呢個副黨代表嚟執行黨代表嘅職權，係嘛？咁所以呢個汪兆銘咧，就在呢個民國十五年的二月一日咧，就向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常務會議裏邊就提議咧，任命三個共產黨，周恩來、李富春、朱克靖，就做第一軍、第二軍、第三軍的副黨代表。其後再派呢個林祖涵做第六軍的黨代表，王日葵做第七軍的黨代表，李朗如做第五軍的黨代表。整個軍隊的政治工作就完全落喺共產黨手裏邊。跟住下一步咧，就要分化啲軍校嘅學生，同埋要奪取呢個所謂黃埔軍校嗰個領導權，係嘛？咁於是嗰啲滲入咗軍校嗰啲共產黨徒咧，就發起組織一個會，叫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咁就吸收軍校啊，同埋其他嗰啲軍事機關啊，或者部隊裏邊嗰啲跨黨分子，就秘密咁進行呢個共產主義嘅宣傳同埋活動，係嘛？咁呢個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咧，就喺二月一號成立，係咪？咁喺去到呢個地步嘅時候，就即係就令到一啲即係革命軍人咧，就開始即係有所警覺。嗱，講翻呢一個所謂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就係共產黨。即係所組織嘅一個機構，愛嚟滲透呢個軍校，甚至希望控制到呢個所謂國民革命軍，係嘛？呢個中國國民革命要得到蘇俄嘅支持，但係唔代表要受第三國際嘅指揮。如果你走到嚟呢一步嘅話，連黃埔軍校嘅領導權都俾你共產分子所切據嘅話咧，咁呢個就真係成個所謂國民革命軍就等於受呢個第三國際嘅控制同埋指揮，係嘛？咪事實上係呢啲共產分子係有咁嘅諗法嘅，係嘛？有一篇文章叫做《五月紀念周中》。不可忘記的三大偉人：馬克思、列寧、孫中山。有一篇咁嘅文章，呢篇文章其實就係抹殺咗中國革命嘅傳統，認定呢個中國革命係天然要受第三國際嘅指揮嘅。有一段咁嘅文字係咁樣講嘅，佢話列寧對於世界革命嘅觀察，以為西歐應實行社會革命，而在東南亞應實行民族革命，此二大革命完成，然後先能夠建立真正共產社會。這樣東西兩大偉人才能連貫起來，這就是說馬克思與孫中山才真正實行攜手。喂，呢啲真係歪論嚟嘅，係咪？所以到咗呢個地步咧，即係國民黨啊，呢一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嘅結果咧，就造成咗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就係呢啲所謂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
就同國民黨嘅嗰個右派咧，就產生好嚴重嘅衝突，特別係呢個孫文主義學會。咁啊，關於呢一部分咧，我哋就下一集翻嚟再詳細同大家分析。